椅子买一下装，买什么装？我教你们点硬东西，真的，兄弟们，如果有想玩饮马的啊，谢谢在非洲的前期的飞机。现在还剩1分钟开奖，直播间只有3个兄弟参与了，我们抽奖中奖的概率还可以啊。前期跟进服，我连碰都不碰他，因为肯定打不过。饮马在前期，第一他没有闪现，他很容易死；第二，别人带的是碘盐，我们打都不打，就兵可以不补。一级千万不要跟他耗血，连耗都不耗。谢谢，我趁我们的 Q 前期就是给人刮痧，知道吧？不打。谢谢非洲的前期，现在是四分之一的中奖概率啊。好，他把 Q 易用了，那可以，那可以扣两下啊。好，我们升二了，那就好办了啊，直接跟他干。他是个屁，我有碘盐，有传送，这波有 W，你跟我打。谢谢严西西烤鱼前辈。导演，这波还是有点危险的，你可以看到我的血量啊，也不是很健康，所以刚才还是有点危险，就前期尽量就别打，最好就是四级再打，四级的时候再跟他打就好办了。我们直接皮鞋布甲，这波其实可以中路传过去给点压力。呀！略微给点小压力就差不多了。我正好是要传送的，我传送到上路，传送到中路都一样，我吃的兵数量都是一样的，我还不如去帮中路，无所谓的。这是，这不耀光，耀光不行，耀光提供的东西有点垃圾。我如果不平 A 的话，耀光等于没有。兵线有点多啊，先不打。你像精神病似的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抽他啊！如果现在不打，已经没有机会再打了。他现在是技能真空期。不着急踢他，不交闪。不要以为婉豪打了你一波，你就不跟他打了。他是有技能真空期在的，我们回家以后就可以开始无限跟他打了。因为我们的装备已经比他好了，而且我们也不脆了，攒个2个 Q 就不怕他了，可以无限跟他锤。从现在开始，他敢锤一波他就死一波，他敢锤一波他就死一波。我的牙有点疼。空线儿，要兵线往我们这边推的同时，又不会有很多的兵，先攒2个 Q 再拼啊，一段 Q。不要没打起来就开始攒 Q。好，这波可以干了，正好我们升了，直接套点盐，给大招 QAE， 直接一脚踹死。我说了，他跟我打一波他就死一波，他敢打一波他就死一波。
算是他死的第一波。看看能不能吃波塔皮，吃完回家。驾！把三项的小件出了，出这个，再出这个，不要出这个，出这个太脆了，他容易把我们给秒了。只要他秒不了我们，他就打不过我们。他出了个死刑宣告，没用，他打不过我们，上线敢打他就死。别急啊，先攒个抠，一段抠，好，两段抠攒够了就可以打了。慢慢抠他，他如果忍不住他就会跟我们打，他如果忍得住我们就抠他，我抠他他打不着我，抠一下，再抠一下，好，喜欢打可以打，注意走位啊。抠一下，不要约他，他应该盾马上好了，不打了就空线。打就划了他，他一个近战他也补不了刀，你在这卡着他。谁来了？凯也来了。哎，正好二段扣，别急 ，W 开起来。这为什么带恐惧的呀？妈呀，这恐惧时间太长了吧！这好厉害的塞拉斯。我都没动他，这两个人直接把我恐到死，我人没动过，我操，真牛皮，套个点研就完了呗，你还得等他怎么的，还得等他技能好啊，完了这小驴人就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哎，打过了可以，哟，自信呢小驴人。哎，兵线不错，走，打一波，这波就别放大了，等他闪现，正好上波我没交大，快死，顺便收兵。9-18，推了吧。推了以后还能吃一波塔皮，不推的话我们下波没大，不好杀他。再推一波回家了，
好快的手啊！好了，厕所回城，顺便我们三项出一个。耶，钱不够，怎么回事啊？有这么贵吗？733，这人干啥呢？挂机呢？他以为我是在草丛里边是吧？这波直接秒他啊！注意看啊，我都不知道你那干啥呢？你说？在那一站也不知道干啥呢，在那一呆，跟我俩当那个告示牌呢，是不是？当眼儿呢？这波其实可以传下，没被塔砸，还可以，没蓝了，回家吧，下边再打，我们正好有传送。玩在这里吧，正好。这干嘛呀？这是不服气呀！我这一看呢，哎，对面蓝刷了啊，可以。这个晚豪呢，一套技能并不能打得死我们，知道吧？我们直接把塔拔了。塔我不要了，我今天要杀他。为什么会错位呀？哎，又在那儿待着，咱也不知道到底在那儿待什么玩意儿呢。在那儿一站，站吧，慢慢站。正好来个男 buff。银马这版本不打也太缺蓝了。直接跟他打啊，没有关系，他不一定能打得过我们。他妈的，你给我站脚这里，没地方跑了。这波我大意了，我没想到这个 W 技能居然躲不了，给我干脚里边去了，没办法躲。他要是在空地上面还行，没事，这也算给我们的蓝 buff 续了一波，来了一波续航，一会儿再把这蓝 buff 给他拿回来。
不过我是700块钱呀。呀，他不能走，他还得跟我打。嗯，我们家这下路可以啊。别人会和我一样浪，他不是浪，他是傻。他根本不叫浪子，这叫有点傻。哎，塞拉斯，我来了啊！来，锤石。锤石的灯呢？哎呀，灯呢？我的灯！勾他！啊，完灭了。自己浪怨锤石，不是哪浪了呀？我死了就叫浪？那塞拉斯一身血，我在这儿杀他有任何毛病吗？怎么叫浪呢？谁叫浪了呢？不是所有的死亡都叫浪吧？你给我死！哎，可以，没杀他没，又两个小绿蓝。越塔了，那塞拉斯一身血不越塔杀吗？我有大招不越塔杀吗？我亮牌我也没耽误我跑啊，关键是，我看到左边有禁服，我往右边走有问题吗？而且人家凯隐有闪现才杀得了我的呀，你知道凯隐有闪现吗？你跟我打兄弟，我没看错吧？我先回到家，我都没敢没看见我到底哪浪了，我都不知道。你凯隐这个距离，我就在不在那儿待着，我是不是也死了？怎么就浪了呢？搞不明白，真的是很奇怪。买个九头蛇吧。啊，你要是有我嘴一半硬就好了，我都不知道我哪嘴硬了，兄弟，我不知道。一个人呢，你要想让他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，你得说明白，对不对？你说的都说不明白，你说你也不说明白，我哪知道我嘴硬了。我要能有你嘴一半硬啊，其实就好了，真的。
怎么又嘴硬了？那谁知道了？那莫名其妙就又嘴硬了，你看。就很奇怪嘛，我也不知道哪嘴硬了。我所有说的全是事实，哎，说事实就叫嘴硬，不说事实，然后呢，说两句骂人了就叫急了，哎，你看啊，一切的一切呀，都要归于我们的问题。这怎么呢？我给你插个眼儿，没事。呀，这进步这译的好啊！不行，这人有点多。你想啊，银马的 Q 不能触发九头蛇，应该能。银马的 Q 应该能，提亚马特触发不了，九头蛇应该没问题。那火蓝的 R 都能触发的，可以的。泡个点盐吧。我看看啊，我们家死了俩，对面死了一个，这波还能打。来来来来来，直接上来，来直接大过来，平给 A 死德莱文，抽死远古恐惧。你要打龙，你给我死，我少个蓝 buff， 算了，去推中了。剩几个人？塞拉斯一个人，一个人没事，不打了，走了。哎呦，他跑得好快啊！他怎么移动速度这么快啊？422，目标10%。买个振奋吧，他打我有点疼。薛微买一个振奋，再买个蟹手啊。浪就浪呗，浪就浪了呗，我自己乐意咋玩咋玩呗，你管我呢。自言自立没有回血呀，不过加点移速。咱先把这塞拉斯给霸死啊，不要让他起飞。
啊？家没了啊！不行了，不能再拆了啊！有些兄弟给我说两句话吧，有的人就在那儿，哎呀，这波浪了，舔狗怎么说？可能这就是心里有点疾病，我觉得。你是不是小时候，或者是什么时候，心里有阴影？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，所有的人都是你的敌人，啊，就全部都恶语相向，有点可怜。让我抱抱你。这个世界上啊，还是有很多好人的。有点病呢，这个病咱也确实是治不了。你可以去医院看一看，但我估计这是心理疾病。只能去心理医生那里了，这是我给你提的建议。别包括脑瘫会传染。